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明学。我们今天呢要来挑战一下，大家应该很常看我们做一些就是料理嘛，就是美食的企划。我们今天呢要来挑战制作一些好喝的气泡饮料，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自己买一些气泡饮料跟果酱，然后要来制造一杯最好喝的气泡饮料。那大家先来看，我们今天准备的饮料呢，有这个是气泡水、雪碧、苹果西打、可乐，还有台湾人骄傲黑松沙士。然后呢，果酱部分我们也准备了五款果酱：草莓果酱、樱桃果酱、橘子果酱、黑醋栗果酱，还有覆盆子果酱。有没有这些果酱听起来搭配这些饮料应该会非常好喝？我们今天就来调配一下，然后刚好好像今天有人可以试喝，我们大家就会直接拿出去给人家试喝。好期待哦！第一个，我们先从安全牌的开始，我们先从气泡水加黑醋栗果酱，这个看起来就是一个安全搭配，它一定会好喝。哦，好香哦，好想直接吃哦，真的。好像应该要加一些冰块，加冰块可能可以价值再加30块吧。这颜色看起来超像葡萄气泡水的，成功！废话，这个是100%成功的东西，它们有点相辅相成。黑醋栗这个味道非常非常的适合加在气泡水里面。第二个我们就开始挑战一下了，好不好？我们用跟气泡水最像的东西，雪碧，要加哪一个啊？啊，随便选一个啦，我对雪碧没有什么感情。那雪碧里面我们加覆盆子果酱。嗯，他们好像哦。会不会挖太多啊？这个，哎，等一下，它不会散开，也都是泡泡，怎么办？什么都看不到。嗯，我觉得它还是雪碧耶。那原本雪碧有差吗？气已经没了，气为什么没了这么快？雪碧这个我觉得不行，气泡太快就没了，然后就只有很甜很甜很甜的味道，感觉就像是你在雪碧里面加果糖。那接下来我们倒饮料的时候应该要小心的倒，不要让气泡有那么多，应该就可以比较成功了吧。下一个我要用可口可乐加草莓果酱，这个我在网络上有看到有人说好喝，草莓果酱很香，它应该可以发挥一些作用。我把整我把全部挖完了，没关系啊，就多一点好了。你的 baby 倒比较不会有气，倒啤酒的倒法。嗯，好的。为什么气泡越来越多？我觉得喜欢喝这个的人一定是蚂蚁中的蚂蚁。它其实因为可乐味道很重，所以你只喝得到很淡很淡很淡的草莓味，可是很甜，但是搭在一起我觉得它是搭的。欸，你知道我在哪里看到可乐加草莓果酱这件事的吗？ New Celebi Life。 因为他们之前以前有一个直播，他们在吃东西的时候，然后就骗金钟铉说美国人喝可乐的时候都会加草莓果酱，然后旁边的人就是一起骗他，就他喝了之后就说，哎，还蛮好喝的，然后把一整杯都喝完了，也没有喝完，他就一直喝那一杯加了草莓果酱的可乐，好甜哦，真的很甜哎。这个果酱加太多了，为什么觉得越喝越顺呢？它比雪碧的好喝哎。所以如果可乐要出其他口味，它不是有出樱桃口味吗？樱桃口味跟香草口味，我觉得你们应该考虑一下出草莓口味就可以了，因为樱桃跟香草我真的觉得不行。下一个，接下来我们剩下两个台湾的骄傲，就是黑松沙士跟苹果西打，然后果酱呢剩下橘子果酱跟黑樱桃果酱，然后就颜色上来看，我觉得橘子果酱跟苹果西打很搭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明显，我就觉得它们颜色很适合加在一起嘛。好啊，来吧，苹果西打。嗯，它没有变呢，我觉得它完全没有变呢，为什么？好甜哦！
我刚直接咬一块那个留在下面的那个橘子皮，橘子皮有味道啦，啊就他们两个就是分开的东西。可是在喝的时候还是只有苹果西达的味道，苹果西达太强大了吧。我们还有最后一个黑松沙士，黑松沙士跟樱桃果酱。不要爆炸，拜托！以为在拉花？为什么？这气泡怎么回事？啊，我这样怎么喝都是气泡，好像药哦。我觉得今天第一名是黑醋栗加气泡水啊，真的推荐大家。我觉得果酱加到气泡水里面绝对会是好喝的，如果你本来就喜欢那个果酱的话。然后但它如果加到这些含糖饮料里面的话呢，就是会更甜，因为基本上这些气泡饮料本身的味道都非常的抢眼，所以其实果酱味道会出不来。那我们现在找一个人来试喝一下我们刚刚做的这些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哇，有两个人了，说人人到，来来，好，我们现在请到了两位试吃员，恭喜你们，恭喜你们，运气非常的好。代替一号试吃员，代替一号试吃员，对，今天是我们刚刚调的果酱饮料。我刚偷听到什么最好喝了？那你等一下，你先选，你先选，对，我选剩最少的，这样好像比较，也不能先闻啦，一闻就知道是什么了。好，那我要这杯好，这杯最少。好，你要哪一杯？这个。好，好。这是雪碧，那就蛮好喝的，真的。雪碁跟什么啊？雪碧加什么？雪碧加，你的是什么？好难猜啊，可乐。还有我们的果酱在哪？草莓。哎，我喝不出来雪碧跟什么哎。哎，可是我觉得可乐真的可以跟草莓拿出去卖。那可乐你要不要加个橘子果酱看会怎么样？好啊。哇，这可以变成一个婚礼小礼物。感觉橘子味超浓哎，很好看哎。来来，干掉它。一口气干掉它，这是威士忌。不行，不行，不行哎！哦，真的很像个东西，但讲不讲不出来，像什么东西？大家可以回家尝试看看果酱加汽水这个喝法啦，可以蹦出一些新滋味。那如果喜欢我们今天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们按一个喜欢，记得订阅频道跟开启小铃铛哦。有什么想说的话或希望我们做的事情，都可以在底下留言栏告诉我们，也可以去 follow 我们的 Instagram 跟 Facebook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很好喝哎！我现在在录。我的妈呀！我刚刚就把气泡水的、跟雪碧的、还有苹果西达的倒在一起，它现在变超好喝的哎！